旅美投手王建民新的球季有望落脚华盛顿国民队，最快下礼拜就要签约了。国民可以击败包括道奇、大都会等市场球队呢来签下健仔，主要是因为提供底薪加奖金，上看500万美金等薪水，同时愿意把健仔放在开季的40人名单之内。